朋友们，咱们接着上回加工那个铜片继续往下说，咱们开一下箱，看一下大坤买这些配件还有什么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一卷叫青稞纸，是做电池绝缘用的，到时候咱们组装电池的时候会用上。这是买端子送的一个钳子啊，夹端子的。然后这是两个热缩管，还有200安、250安时的铜鼻子。这个胶带应该叫做玻璃丝什么胶带吧，应该是缠电池专用的，倒是也是组装电池用的，跟那个青稞纸放在一起。然后这一箱就完事儿，看下一个咱们。这个就是咱们那个锂电池保护板，锂电池保护板就是这样的，16串48伏，牌子是达理。之前那个有网友啊，就是大家做锂电池的时候都推荐那个蚂蚁保护板。大坤本来想买那个蚂蚁保护板，然后吧，我就在淘宝客服上问那个蚂蚁客服，我说，我这个情况要用什么保护板？客服基本上没有回复啊。然后过了很久，完了回了一句，说是车子的控制器是多大的？我不太懂车子的控制器是什么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什么叫车子控制器？紧接着他就跟我说没有合适的，就意思不卖我了。然后那我得问呢，我说为什么你不卖我了？为什么没有合适的？车子控制器是什么呀？然后我百度搜了一下，车子控制器可能是电动车，因为买保护板的人大部分都是咱们做那个电瓶车，然后他们自己做电池。完，我当时跟他说了，我说我要做房车的电池，然后105安时，16串48伏，说的特别详细。然后我的充电电流也跟他说了。但是吧，这个他家这个客服，真是不怎么样。不管他这个东西做的多好啊，就是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，咱们这是售前；如果是售后的话，那更麻烦了。然后大坤就换了这个保护板，这个保护板看起来比那个还要高端一点，没有线裸露在外边，然后也是天猫的店，叫达理，也他没给大坤优惠啊，大坤不是给他做广告，我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好不好。反正我就是挑选了这个，这是两根 P 剪和 P 剪两根负极的线，已经让它给焊好了，这是保护板。然后这个是它的这叫什么信号线吧？信号线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别人家的保护板什么样的，我就感觉他家这个信号线质量特别好，都是硅胶的那种线，纯铜硅胶镀锡线。上面这个小端子是大坤后来自己加上的啊，这个端子人是不是他原来配的，是大坤自己加上的，然后还配有说明书，它有这个均衡的功能，然后也有这个蓝牙功能，在手机上能显示这个软件和监测这个锂电池，包括上面他给详细的说了一下这个怎么连接这个保护板。保护板目前现在就是这样，这是一套保护板，然后这是不锈钢螺丝，是大坤买那个锂电池螺丝的时候，然后同一家为了省运费嘛，又买了点那个后期咱们内部装饰用的不锈钢螺丝。然后看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房车升压专用充电器，24伏、48伏通用，然后是一个升压充电器，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个你48伏做完了之后，你开车的时候，车发电机是12伏的，你还得升压，然后还得隔离器什么复复杂杂的，你还得升压，用的时候还得降压，是不是？你48伏到底好不好啊？很麻烦，咱们就用这个全解决了，又能升压，又能隔离，然后还能保护，有好多功能吧。
就是到时候大家如果喜欢这东西，可以自己去研究啊，上淘宝看看它是什么样的。说明书，操作说明书。然后这个就是这送的小铜笛子，还有一根信号线。这个就是它的机器，它的机器就是这样。它的充电电流应该是30安，然后它是恒压恒流的，接线也比较简单，就是从咱们那个汽车发电机出来正负极的线连到上面，然后再从它上面连到咱们那个锂电池上，这样咱们行车时候就能充电了。它有两种解决方案，一种就是接一个这充电器，然后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并联两个。侧面写着大功率 DC-DC 啊，房车升压充电器。 DC-DC 是什么意思呢？ DC 就是直流，就直流到直流，升压模块。大鹏买了两个啊，咱们让它两个并联，先把这个放里，别到时候这个配件找不到。哎，就这些东西吧。这是一个，然后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它俩并联有什么好处呢？并联简单一点说就是充电快，充电效率高。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做电池啊，做到10度电啊20度电啊，做完之后房车充电充进去，有人说你能充满吗？你太阳能多大瓦数的？你汽车发电机是单发还是双发？然后你试电在哪能借着，是不是多长时间能充满？它就是能提高一下并联之后能提高一下那个汽车发电机的充电效率，具体能达到什么样的那个效果咱不知道啊，只知道能提高效率并联。然后这是一个保险，这是一个直流的保险，它相当于什么呢？断路器，相当于一个直流的空开，也是这个充电器厂家，然后他们是配套的。本来大坑不想买啊，但是人家说这是配套的，就是放在这个线路上比较好。其实用直流的空开我感觉也可以。这个就是那天咱们看一下视频也看了，这是两根25平方的线啊，25平方的线。三个直流大电流的保险，200安时的三个保险。放在咱们的主线路上。到时候放在哪儿，然后咱们实际操作时候再说。这个又要放起来了，现在还是用不到，给大家开箱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我还没有打开，这是今天早上到的。应该是两个接线柱。包的非常不错啊，还有个纸袋，两个接线柱。大鹏买了两个最大的接线柱啊，其实我感觉好像用不到。这个应该是，我记得是多少安时我忘了，应该是200-300安时的接线柱啊，放在那个咱们电瓶箱子上，电瓶箱的外面，然后咱们接直流电时候用的。这个特别大，这个螺丝，铜螺丝应该是10个的 M10 的，好像之前有 M6 M8 的吧，完了咱也买大吧，尽量买大不买小吧，所以说我就买了两个这个稍微大一点。它叫什么五五型吧还是什么型吧，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上淘宝上看去，就是两个接线柱。然后这一大箱，哎呀比较沉了，哎呀，这箱里比较乱了。这根看这个啊，哎，稍等，这个拿去。
这根是大坤找的一根号码线，号码线，然后用来做咱们这个副电瓶的连接用。它这个线径应该是在25平方以上，这个都是大坤当时买的。以前就是做这个安装的时候吧，就是电焊机和焊码线买了好多好多，然后还有比这个粗的。我感觉这个咱们因为是咱是48伏嘛，这个线径应该是够用了，它肯定是大于25平方，实际上咱25平方就足够用了。然后为啥没买那种那个硅胶线呢？那叫什么纯铜硅胶挂锡线，其实它是一样的，我感觉都是这种这个铜丝的，而且咱这焊码线也是紫铜的。咱直流电焊机最大型号我们买的是400型号的电焊机，这电流就是420，那你说这焊码线都能承受那个电焊机的电流，这个我感觉这个房车用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主要是为了省一部分钱，因为这个线大坤有好多好多，现在暂时也不用了，得有个几百米，各种粗细的，然后我选了一个那个里面那个铜线紫铜线比较好的，然后外皮的是双层的，然后这个磨损比较小的一根我就拿来了，到时候连接咱们这个电瓶用。这根不是，这根是我的电焊机，我就选了一根D线来，零线。是之前，也是之前大坤买的一个波轮管，到时候用在车上套管。还有一根三星的护套线，用在咱们房车那个外接湿电充电用，因为220伏的电流比较小，这个4平方就应该够用。这个是我昨天去电闸箱子里拆的，是不是那个不是别人的电闸箱子，是大坤自己的电闸箱子，应该是之前那个在工地大坤买的电闸箱子，然后那个做现场的那个配电用的时候，然后现在也闲置了，我在里面拆了4个220伏的空开，到时候看看车里哪块能用上，4个空开，哪块能用上然后就用，用不上然后再说吧，反正是昨天去那个仓库了嘛，去仓库然后我就看着这个东西了，然后就把它拆回来。还有这个。看看这个啊。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东西？你们在那个夏天，尤其是烧烤比较发达的地区啊，你看那个烤串人是不是都有一个黄色的小板，咔咔咔咔在那扇，还能响？这就是那个东西，这叫电木板，绝缘用的。咱们这个比那个烧烤那个厚一点啊，它有多厚的都有。烧烤一般都用的是1毫米以下厚度的，这个应该是3毫米的。它还有个啥功能呢？就是起啤酒。拿一瓶啤酒然后看啪一起，以前那个抖音上多火啊，起啤酒如果说用厚一点的它就好起，像那种烧烤那种比较薄它就不好起。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做绝缘用的，大坤的锂电池，组装完之后把上面放上这个，然后保护板放在上面，让它电芯跟保护板中间绝缘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现在咱们电路配件差不多就这些东西，下一步大坤准备把这个锂电池先给它组上，逆变器大家也看过了，这两天就要做这个电路系统了，48伏的，有很多困难啊，学所有东西都是要学习完要改进要自己研究，然后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吧，支持我们自改房车，点点关注，拜拜，下期见。